一句还财的哎呀，对不对？来，最后一个人就不会见啊，真的没有了。来八条，来十二条，有了，明天还有了，今天没有了。来最后一份，能发过来啊，这边哈、哦，来能发过来。爱说啥话啊？真情留咧看四方八面，哎、欸，可能在银钱无，忙看大家出得着。来，有要吃红烧牛腩，200块我来，200块，三要吃红烧牛腩。这球呢？能分？能分呀？能分可以了吗？能包好球？来，最后一个能包，能包。来，大哥来，这标配不带赞。来，有桃子开来，300块。有桃子开。能包可以来，300。来300。要三猪脚，来300块，有人要吃要三猪脚吗？来300。娃娃在讲什么？娃娃三八。娃娃在线上，你这样讲，人家怎么回答？他不把纠结了，来三八红。我给这两三四个人给加入。来，你赢钱，我要搞票啊！这个女的要上过，这边玩的啊。卖两包二。2包，够好听，给他上上。人网有人问2月27、2月28，你有卖吗？有啊，他刚才不是说下礼拜我就知道了吗？赶快三八货，来你三百来三八的。大哥要吗？这边。这科鲁那位啊。他刚才说下礼拜我就知道，代表下礼拜六是他有喊。来最后的没来，300块，真的好吃，最后两个客人。要山猪脚汤都很好哦。对、欸，我是给你收小样，给你搞个烤肉啊，姑嘞。来，最后一个来300。这2包就500了嘞，我卖300，再送一包嘞，800。来300，最后一个人给，好啊，来，因为无机会，就别算了，300块。谢谢。3包嘞，哎、欸，这个都有料嘞，不是，我不是白吞嘞。烤的很好哦。这种料嘞，我不是白吞嘞。哦、来300，最后一个人给来。都有了吗？800块，好了，来，谢谢，谢谢。用单阿伯开始切的啦，我开始切的，来，跟第八村第八娘来三个人给来200块嘞，切片的成猪肉啊，要买要包娘，不接喏，没有，就一包而已，打别家200块我嘞，他酸辣的在啊，切片也跟胖哥，你那个狮子头，跟第八所向无敌呢，可以开，七价啦，这个七价。我这边也拿过来。真正好吃，比我规条的都在第二点。没人发，大家要给来100块来。100块。让你们试吃，100块来。他说那点菜啊。对哦，我不然给你几万块来炒的啊。100块，有人要吃咸猪肉无？100没有啊，我挂亏了呢。他来了。过来，就过来啊！就来了，黄金哥啊，看好了就，乖啊！来啊，明天给叫了。笑。他昏倒。谁昏倒？后面那个。来，虾子谁买的？后面的人昏倒。不是前面这没关系。来，还要上麦不？快点，这边来，大哥来。谢谢。哎，你这边给我盖上啊，公。较紧，恁爱食啥我卖啥，那较紧。无呀，我头头的。我没，没关系，你们想一下，我等一下再问一次哈。来，好卑微哦。来，你们夹狮子头的能包。不要紧呐，我导师送的啦，人妻人生呐。没能包，大王，我老师你不要想呀。黄正义啊。你们有没有认识那个中医？黄正立，去那个治疗腰比较好的中医，黄正立介绍一下。没人办啊，这样胖一半，准备超过100块，拿来封十字头就是100块，100块嘞。100块。四个客人，100块。天良。大娘。狮子头。板凳不用夹，就狮子头。狮子头。来，100块来。好，有一颗卤蛋味啊，这一半金块。100块不是1000块。100块。来，大哥来，不要考虑那么久，拜托你们了。100块不是1000块。来，100块，都有安尼无啊？来，别恁俗，恁个啥？我咧别穿。我若花300，拢无人要听我，拢无人要听我。来，白枪来。白枪。
最后一盘白青啊，无啊，有要吃的动作快啊，不用三百的底也手拎啊。哎呀，你今仔一百块嘞？我太贵了嘞。啊，是伫个龙海内底。好的。啊，多个狮子头的龙海啦。没有了，他本身他有。好的。我有给你哦。我唔知道我唔知道有食过无。有啦。有哦。啊，招一个。这个狮子头的龙海看我落过无？来，五只、八只、十只，一只八千四五十块，来两百块嘞。两百块小白菜。你阿伯嘛招一个啊！你台啦，你小排档台啦，做好食。我袂用批发机那个箱，来是爱先招一个人给钱，来两百块。两百。来先招一个买小排档，两百块。小排档。小。没人给钱嘞，你这单哪位嘞？我袂两百嘞，不是五百嘞。小排档两百块。麻烦麻烦，先签好协议，给带起来。来，今天十八号，拢开了楼，来两百六。小白仓诶，拢无人要银钱哦。两百。你是用只台来呀？小白仓用这个用吹个啥好吃？八桌油不一起不让起来，招头起来给带起来，两百块哇。你是拢真正拢食，伊个无你要食哪，无你嘛好讲个。来两百，来估计搁上两百十二只，给你四百的收收，给你三百，叫几个人给来两百块小白仓，来两百块，两百块的，到啦好嘛，唔收钱啊，来两百块来，来来搁上搁上搁上，十三位十四位来。上场好玩啊！规律今天去方便店给你玩，对不对？十四只，十四只。第多少个人来？十五只，十五只。不是五百哦。来一个哦。来七两三四寸五个人给你，来两百块的，来两百块的。两个。六块钱的，五个人给你，十块钱。三个，四个。两百块的。来五个。不是的，没有了。这个奇怪了，这里赚钱赚钱的，准备看到我自家搞到的赚钱。五百的。我要找那个龙王找借口要去喝酒了。笑就是大家拢笑，唔得我开。也不建议娃娃，拜拜。然后就去喝，来下去直播看见。来，最后钱两百，免啦，直接减两只啦，剩百块多。一百多啊！拿钱要呀，下次要拿钱要快。那能不能慢？你到时候退回来。来，三个人给你，红龙炸鸡腿来，剩百块来。这个不用解释了，就三包而已，三个肉对包，包的肉，一块你请，当然不会。来两百两，来点红油，来两百，来存两包两。红龙炸鸡腿你来了，就是恁带囡仔去卖叉叉、卖当当，吃的鸡腿，一四十块的鸡腿，再十斤，两百两，两百块最后一包了，没有了。两百哦。你记住啊，我袂敢发东腰开。来，两百拢话咧，你袂话，你要吃无？你也要咧，好吃几好吃。哎，做鸡腿来。来，釜山鳗要吃的来，一千块给我。我这样咧，看我釜山鳗都无人敢出声。来，一千块来，叫几个人给你。釜山鳗一只349块，特价。能加的。拿起来是千五高秀啊，哪位叫？就姐妹来一千块，五双分，一千块大盘子来，再给我一个。来，打去加购，来几千块。麦当当一只55，对啊。一千块有没有要吃五双分的？不是40块，要55多多。找不到人吃五双分，没关系，你加两嘛。你有想要吃的哦，有想要吃的哦，哦，反正就把它卖光吧。四个客人，哦，只收四个客人，来五百块嘞。一个，两个。我无咧卖五百啊，啊，我咧卖卖一千。因为亏本了，你再不卖一千块哦，黑龙哦，穷没完。少少呀。两只七百，我剩六百吧，我把你绝对卖不两只。来，今朝都请。我爸包的五双吗？五百块，最后两块了。五百啊！你不知道还有？没有再卖五百的哦。
三百五，你看嘛，就是人家，你不要搞的。来三个，三个，来你有咩？三个人来三百六。好不好？有啦，又多亏了50块，都给了我赚。来啦，请跟麻花花喝了，大家都拿这做好的物件。你们去餐厅吃滑蛋蟹肉，没有整盒呢，半盒，炒一个蛋，炒两个蛋就150了，这个不便宜呢。去其他一单买哦，100块、120都有人卖，大概价差好了。所以刚才那个账号是他的，应该知道哦。好，不要理了。我旁边沙发，你直接去没钱，直接去没钱。然后他另外一个账号叫李小兔，上面去开下来，186，200块蟹管肉，一盒两盒就200了，三盒四盒给你一样200块了，请帮忙，等八过来，也就不便宜嘞。你往后猛看嘛，你有台湾美女去开186不对啊？来两百块来大鸡的呢，是小鸡的呢。来两百块来切管肉，200块，200块，拢说夸张哦。好来，大哥回来光顾，切管肉来200，成功嘛？好来，后边阿妹吼，对，光哥那就叫来，200块得。快掏钱！对，收，200块来，你今麦可以收好不好？来200都，今年来白玩好不好？来成功嘛，200要人无看到无？200，就是算野懒啊！算野懒嘛，我做早袂安尼。来200拢啊！来有要成功嘛，举手。今仔今仔日尔吼，足侪人买我知，足侪人买我知啊。你有咩啦？起码讲嘛啦。这唔叫唔叫？来有咩吼？你注意听哦，啊那袂吼，变下落钱遐紧哦。冰得下的钱拿快点，我不会老米家对啊，你那个准备要比较晚到，你希望去四点半，四点半了对吧？对，五百到哦，叫做三 K 哦，绝对了钱。五百哦，对我就已经无赚钱啊，这三 K 都了钱没零，五百到会使啊，来200了。200块，是呀，哎，对。我讲查起来了钱，伊都唔听我讲话，真正要看物件。需要你看医生，快点。来100块，一百块五餐喝呀。五百块，这边两。啊，收了，再收了。啦，没有了，不好意思。没有了。有买200的哦，你还有份哦。啊，没有买到的，不好意思，因为哦，我是被别玩的。我们尊都说啊，我跟他来回几晚的，他回来。我一条送，给直接搬来掏一掏一包掏一包。来，别上班，你现在在上班哦，那你不要开始，你声音关小声。从前没点电啦，我还没几晚哦，大家都做暧昧啊。现在有在上班的，你们现在有在上班的打加一好不好？200块。现在有在上班的打加一。等吧。我是阿姐在搞旁边，我嘛是在搞上班。200块，没关系。我想要看一下多少人在上班。来200块，那个200，来两个，两个俩呀。阿伯要回叫，你起码是要单拿回啊。单啥？来两个。回叫阿伯了嘛？哈。有花枝肉。准加两嘛？哈。好问题，你有听？好。有乐趣有吃过。这蛮有听，伊姨妈做表哈，顺龙跟的机器。是顺龙啊，顺龙米啊，靠呀！顺龙眼，顺饭，陈丽丽呀！今天新的新节啊，顺龙眼，陈丽丽，陈丽丽，来，老师大哥，那我给他欢乐，顺龙眼给半天，来200块，拢过来哦，你若起价起来哦。来家，你讲卖出声，伊就知影你在想啥。过来放，拿过来。来200块。峰哥，那个虾子最好不要压在下面，要上面，不能让人压，因为它很脆弱。来回去了200，有什么吃回去了？你是在等哪位？较紧的哦，无回去完啊哦。这上少2斤重啊嘞，啊，恁回去了一斤买偌济？在哪上？
都无飞机吧，嘛还卖你百三一斤嘞，我这有飞机吧嘞，我准百五卖你，咱不啦，再换三百块。两个。坐一个飞机啊，讲啊坐位。三个。你几来？你买？你买给我过拍过我两下，你提重发出来。最后两个。我今天最头啊，开始拍火拍到心，手会酸嘞。来，换一罐满牛。对啊，因为今天那个，那在这后面的小姐是你带来的班，哦，你总觉得传家人来呢，货比较谢谢你啊，少没有了，这是大嫂，后面没东西了，这个是小嫂，东西啊，哦，小嫂，没了，我准备慢慢来啦，我就可以爱啦你，我就是喜欢慢慢来啦，别这样。我就是讨厌才有人爱啦，子光宇明天等你来哦。来不？来，鱼钓把它放回去。小熊，好久不见。这两个帮我卖一下。哎，啊，这个是那个呢，鱼卵卷，最好的物件，回来看啊。鱼卵卷。啊，鸡块，哎，这个男的，快速抢钱的呢，也都回来看。对啊。啊，要卖红番薯啊。来，我发了。哎。真的。别对行来讲哦，因为真正的番薯啊，来七八块嘞。鸡冠鱼卵卷，鱼卵卷，人家要了。钱啊，钱刚好的有吧？爱钱啊！啊，鸡块我那两包，来一包了。好来。那坑底下坑玫瑰的包，不然要踩你的，爱钱爱包花花咧咧呀！一包，一包你呀！来，要吃我的海贝，哎，不来呀？上面的那个对啊，到边的，到边的，哪里让给你啊？六个而已，你再不买，我没有虾子卖你们了。今天虾子完售了，耶！好不好？还收来这里，还弄出来，一点肉全买，给我便宜了。来买三百，以前的出空的钱都还，还还要走？哦，要有啊，要有啊。那个先不要放，没有关系。来。冷饭后来的，要吃白虾的来，一人一份，200块了。海白虾，野生的白虾哦，去吧。可乐，你买几份两份刀，来份冷饭。16个，还几个？16个，没了。啊，不要买银钱啊。没了哎。等下搞的。哎，我准备了，你银钱没有？来，鸡腿肉卷，来，哎，鱼饺先，鱼饺先。来，要吃鱼饺的哈，我剥掉了。子光宇，我问你，你觉得好吃吗？这比较重要。鱼饺多少钱？有时候外面没有，不一定比较好吃。小香肠比我那甜呢。小香肠。来，没人办啊！鱼饺没钱，大锅包。你好。大企业一模一样给你，卖别人比人家贵。你还回去见啊？没钱都，没人办啊！我让你啊，没得播啊，没有，就明天的，明天不知道有没有啊。没人吧？去管理，肯定去煮火锅、煮汤、煮面、煮锅烧面，来吃吧嘞。哦，一家。黄小明你好。进来。黄小明。一百块吗？三零。100块而已，鱼饺，一百红，我说。短几年前我卖你送的啊，一百我卖袂掉的，来一百块来个袂少，鱼饺一百嘞。来。乖，你装备敢会收者？然后，老门看卖，你那下我就给你，下个少钱啊，鱼饺100了。100啊！第一年做我笑，哎，大哥谢谢你。对，那个。今天给3粒的，今天给你。因为有些半成品哦，方便，我就乐一乐。以前还第一波，第二了，我去找找分金都无啊啦，不但找分金啊，来鱼饺100，最后2个人给弄装备了哦。东西热一热，龙王，来谢谢，一定要来，乖，你要不要吃饭呀？来谢谢，对啊，请来来，来，还要吃姜丝吧，是不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很好啊，哇，来鸡腿肉卷啊，有吃过的举手，有没有？都没有吃过，好，那不要没关系，我拎七架来，等爸过来，鸡腿肉卷。手工的哦，一条30块，卖你10条就300块。来，冷巴红酒姐妹来，都不欢迎啊！阿姐，你好。
有人点下。真正过年过了啊！没有吃过的，我卖一次试吃哦。每个礼拜六。